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现在我已经到了中越边境，这里是老街，也是越南的老街省。这一位大家以前知道，我在老街在路上搭讪了一个叫露露，她今年30岁了，带了两个孩子。包哥签证到期了，从胡志明乘飞机到了老街，还有一天多时间就到期了。我呢就嘛准备出去呢，我也想邀请露露明天到中国，我们一起到中国好不好？好吧，因为他有一个居民证，这能到我们中国的河口县，可以去玩一下。但是你别的地方你去不了，你不是护照，如果到我们中国别的地方去不了，去不了。这人在对面，我今天请你这里吃点饭，好不好？哎呦我的妈！看一下，这边点了一些菜，在正前方对面，这条是一条河，中越边境河，我们中国的河口就在对面，这对面也是越南吧？这个对面也算越南。对。在左侧是我们中国，对吧？今天就这个是，排骨，吃排骨，这个是番茄汤。这个是空心菜，这个是炸鱼，好像是炸鱼，点饭。上次你妹妹结婚了怎么样啊？蛮好的。我想你也同意，但是你的妹妹的妹夫，他对我们中有点看法，然后我就没去，是吧？他因为怕。我和你因为把亲戚朋友认起来，因为我们不住，但是我回家我忙，我去别的路啊，忙啊，但是没有人啊跟你说话。中国现在好像有一点就是感觉，我知道人家以为我和你看朋友，人家亲戚朋友看了不好。不是不好，但是如果像他们他前面就是到处的地方，没有人跟你说话，我理解，我理解，没关系，对吧？只要我们好朋友，对吧？交流交流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如果明天去中国，我们一起过去，我正好，也到期了嘛，签证。这一次不知道3个月签得到签不到。如果3个月签不到，还是15天的话，太浪费钱了。到胡志明的河里，路程就要好几天，对吧？如果有3个月的商务签证还可以，对吧？这个我在问你啊，上次你介绍跟你老公离婚也有3年了，对吧？3年多了，有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都是你管吗？都是你管。他贴不贴钱给你？他不给，一个是他贴啊，我们刚离婚，一个是他给1000，我是现在他不给了。没钱。没钱了。没钱，他自己寄存钱，现在我们不管他去什么了，他不给我钱啊，孩子，他也不给你。知道两个孩子你带了，也蛮辛苦的。我爸爸帮我，你爸爸帮你，我去赚钱给我爸爸，对啊，如果没人帮你的话，你很拮据的，还好你爸爸妈妈对你很好，是不是啊？来。
身上？是啊。他们帮你带？是啊。你出来也想找工作？是啊。想到中国找工作？早上去上班，晚上。中国找工作只能在我们中国的河口县。是啊。早上我们去上班，线上很困难了。到那里，对啊，找一点工作。是啊。嗯，但是你想没想，你现在的岁数，你再找一个中国人，你还想过没有？啊，分担一点你的家庭责任呢？嗯。有个想法，因为你也怕了，找了一个越南的老公，是吧？啊，上次视频听你说，他喜欢。外面嫖，好事难做，喜欢打牌，对吧？是啊。嗯。是啊。对不对啊？对啊。好事难做，还喜欢别的女孩子外面，不顾家，为了这个事情离婚的。嗯。是吧？是啊。我也知道，你想再找个，越南人，心里有点压力，如果再找一个不好的。心里想想，婚姻啊，不能像再次失败，对吧？我想第一个找了越南人，对你不好，不一定都不好，也有好的，呀，包括我们中国一样，也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中国有好的人，我想你嫁在中国也蛮好的，这里啊不远，两个走走。嗯，对吧？是啊。我如果帮你看看，如果正中有中国好的，我帮你打听打听，了解了解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啊。可是真的身上我不想找老公啊。这个你对中国人的要求是什么要求呢？找的人的要求。这个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来问我，有一个老公在问我，他老公他像有朋友，他结婚跟他离婚几年。我知道，还有一个就是要找个中国的人，要能同意承担你一个女儿一个孩子的人，对吧？嗯。是啊。是不是啊？是。但家庭条件。不算要什么好啊，在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？要求中国人的标准？我不知道。嗯。我也不知道多少不等，只要一起努力，对吧？应该还是可以的。只要一定要有房子住，可以，对不对啊？啊？啊，只要地理好，承担小孩子，有房子住。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那吃这个，这个是排骨，蛮好的。你吃了吗？多吃一点。这个好像吃了有一点没什么味道，这个鱼。嗯。我吃了不习惯，这个菜也不习惯，这个好像也不是空心菜。好像有点苦，是吧？是你们越南的这种菜很苦的。嗯。啊。你不喜欢这个菜。啊。我认为你也蛮顾家的，也是大手大用的。越南上次接触时间不长，我认为你也是个蛮老实的人。嗯。是吧？是。好好努力，有好的地方呢，我帮你介绍介绍，大家认识了解了解，多少等我也要了解一下，对吧？也不希望你再找了不好的，嗯，是吧？你放心，我帮你介绍个好的，你放心吗？我帮你当做妹妹来看，嗯，是吧？
我在福州里开了个服装店，花了50000块钱弄下来的。胡志明开了一个服装店，是我自己开的。现在我让我的干女儿还有一个丽丽两个人做营业员，里面卖，生意还可以。你想赚了多不可能的，只能算一个生活，一个月他们两个人一个月的纯收入可以得到10000多，是吧？人民币啊，10000多。我开我干女儿的工资4000块人民币，相当于越南的1400万啊，让他这里做。现在因为工资也不高，4000已经算很高了。你在河口的话打工，一个月有4000人民币吗？没有啊，大概多少？2000多。2000多一个月，对吧？我也知道。别住啊，越南高一点。嗯。我们住我工资高，都是南高一点。3000，啊，最多3000。2000多。嗯，我帮他开的这个工资还算高的了，4000，是吧？嗯。在我来住那里闷找工作，等他去晚上回越南来，但是我。好了，明天我们一起到中国去玩一下，到中国我再请你吃饭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是。露露。饭我们也吃了差不多了，现在我要去接视频了。到明天你骑摩托车来接我，我们一起出口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好，家人们，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感谢家人们对我包哥的支持，还有露露，她一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，希望中国的朋友们支持她，她中文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不是很流畅，但是基本的大概意思能懂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关注包哥，带你旅行不迷路。